皮虽不在半西桥，无金书暗地明交，酒席一曲秋波雕，往来下发我逍遥。逍遥游，你要过来。我带一份经簿一来，我分量在手，就是数枪功。对恁无数分量，九破一情。小心，披上平袖。调变七面，灵魂归案，不写平阳镜，好几个再次顿时回刷造就，一动天鹰。逍遥游，你受罪什么？我虽然这只是经过，经过你对替红灵所做的事情，本算不知你在讲什么。替红灵将感时苏中东雄的工作告你，你却无法现因前往一宿地修埋伏，这是失职。也是出名，哈！本所可不是你的根耍，可惜你连看门拢最迷糊。你，哼！所以你想怎样？以阮算先，不该出现在戏台观众，就该安分守己看戏。强行引出此个以小代风，禁忌了。免强讲，你可的玉千已经来到多少了？贾坤鹏，看来你早就对伊起疑了。是，就是贾坤鹏。严家老何姓名，只含笑，拢不定，其他一事再会。靠！天仙之术强攻，怎样？了解逍遥游的实力了吗？玉仙姨，你也要离开？我不是讲咱亲近就会再见面。你现在可以请我进入万壑天府了吗？哼，阴阳宗主，你说呢？这个请听伊要讲什么？恰如